昌明委员哈，啊，还等啊？等那个啊，签到结果呢？我来主持啊。签到的结果怎么样？这里就一样。重新再签了。那没问题啊，那个一样。好了，我就签在这里。好、哦。啊，各党都有了吗？还没，等一下，好不好？等那个实力跟那个亲民党。啊，尹锡吾要来不？没，十五分钟呢。十五分钟，我一刻了。那我们就先做结论嘛，不叫。先做结论。别人他不签也不成结论呢、啊，对不对？第二点这样子，然后第三点是让你知道，但是给我们等一下部长那边来简单的说明一下就好。这个案子其实就是直接院里面在第九届第六会以及第十四次院会直接交付经过国民党这边来负责召集协商，所以我们今天来召集协商。公投公投法的规定，那还是坚持。其实依照我们当初的公投的结果，它是那个它已经投票结果就是要运转到同年，已经在107年的12月2号，其实这个部分就已经失效了。所以公民投票法的规定就是它时间已经到了，对，3日就失去效力，所以电业法才配合改修。啊，没关系，这个部分我只让委员知道，啊，让行政单位来报告一下，简单报告一下就好。那给他归吼？给那里就叫敲回啊。今天几号了？敲回吗？给那印啥回？哦，我们只是再做一下。十几号了呢？对，今天已经在3月20号。我们是补。对，就是把这个程序补完。啊，实际上他们事实上现在已经都没有在，都已经他们自己都已经也知道了，哈、哦，他们都知道说这个已经没有效了。OK。到时候我们如果协商结论就是这样子，行政因为这是行政院版嘛，所以第95条条文就照案通过，因为就只有一个版，就是照行政院版的照案通过，这个就是我们协商结论。如果他们已经等下就是就这样宣告就好了。好，照院版通过了。
好，各位各党团的同仁哈，还有我们部长、局长啊，各位行政官员，今天我们要就电业法第95条条文修正草案来进行协商。行政院函请审议电业法第9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按经业经107年12月21日举行第9届第6会期的第14次院会决定，进覆二读，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安排这个协商。请工作人员先宣读。电业法宣读条文，电业法第95条修正条文。第95条，政府应订定计划，积极推动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相关作业，以处理兰屿地区现所除放之低放射性废弃物。相关推动计划应依据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设施厂址设置条例订定。宣读完毕。好。按公民投票法第30条第一项第一款的规定啊，公民投票案经通过者，有关法律、自治条例之复决案，原法律或自治条例于公告之日算起至第3日起，失其效力。依中央选举委员会107年11月30日公告同年月24日全国性公民投票案。第16条之投票结果通过废除电业法第95条第一项有关核能发电设备应于114年以前全部停止运转之规定，并于同年12月2日失其效力，原拟具电业法第95条修正草案配合删除该规定。我们请部长来做说明。那个林局长。林局长来。赖委员、孔委员、陈委员，那我想我们经济部就这一次的一个电业法第95条第一项的一个这个修正案来做一个办理情形的说明。那这个部分主要是在去年的11月24号公投法第16案，那这第16案的主文是废除电业法第95条第一项有关核能发电设备应于114年以前全部停止运转之规定。那这个公投法在11月20号通过，那通过之后的话，中选会在107年11月30号有公告公投结果，经济部在随后的107年12月4号公告电业法第95条第一项至107年12月2日失其效力。那这个是依据公投法第30条规定。那对于这个电业法第95条部分，行政院是在107年的12月6号，通过删除电业法第95条第一项的一个条文。那以上就是我们整个办理的情形。那今天就是到这边来做一个这个条文的一个报告。好，其他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代表党团说明的。我想这个既然是公投法的这个通过，所以我们基本上应该是配合来做这个删除的动作了。那我想是说，我们就是把核能发电设备依于中华民国114年以前全部停止运转，那这个部分的文字把它拿掉。那我想应该都是大家的共识，没有问题的。那个国民党党团没有要再补充，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关于电业法第95条条文修正草案的这个草拟协商到这里为止呢，有国民党孔委员、廖国栋委员、这个亲民党的陈义杰委员还有我们民进党的陈曼丽委员已经到场亲民党还没到还没到，说是要来了，但是还没新民党是我是说时代力量，抱歉，我讲的是时代力量还没到了哈。因为经过咨询以后好像不会到，好像不会到。
那朝野协商目前的结论哈，结论，我先宣读这个结论哈，第五九十五条条文照案通过啊，协商结论是这样，但是因为时代力量还没有到，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来签，才能够完成整个程序哈。万一他最后还是没有签，那今天的协商结论可能还是要另做处理的。好，那今天就这样对吗？哎呀，他不签，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成整个程序哦。对，好，我们今天的协商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谢谢。